真应了关晓彤那句话 GQ 全场最佳飞扬天真莫属了，咱们也是这身大海里面泡枸杞的造型配上三亚的海风造型，是你快点跑吧，天真姐马上就来打你了。即使蝴蝶结被吹成了鸡冠子，天真女士依然自信地来到了与王嘉尔的婚礼现场。不是，咱就是说把头发盘起来的女明星都太聪明了吧，一整个精致利落高贵优雅。但有一说一，热巴和金晨这大光明盘法，咱这大脸盘子可不敢梳着头型。这两位造型师真的好会选小裙子，美女的裙摆连风都在偏爱。想看详细面部分析的去我主页找就完了。家人们，超模组向我们走来，首先上场的是美人鱼何穗，这白道发光的名品美貌简直杀疯了，这条粉色珠光鱼尾裙还有谁能驾驭得了。出逃美人鱼请立刻马上游到我心里，大表姐的台步谁看了不迷糊，这身 carry 全场的黑西装瞬间把红毯走成了 T 台，垫肩西装还能把头显得再小一点吗？加宽肩膀视觉对比显头小，不懂的家人们请去柳智敏那期补课。明天出来有红毯 reaction， 赶紧关注上吧。